早上我们来到一个河边，然后呢现在是一个停车场，现在这个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呢，一起来找个地方来画写生，我们看能找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所到达的地方呢，是墨尔本最重要的河流亚拉河的河岸。我在这里呢，去找一找可以画画的地方。然后我们前面呢，是一个餐厅。这个角度看起来呢还是挺不错的，尤其它的中景和远景，但是它的近景呢是缺了一点东西，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这里面呢都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一个休息场所。墨尔本的亚拉河的两岸呢都是公园和绿化带，有些地方也有高尔夫球场，都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很多城市呢都是沿河而居的，它沿着河边或者是海边呢这样的地方，生活环境会更加方便。这个河岸看起来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可以入画的地方。怎么样？还可以，这个角度往那个桥那边画。你是画的那边桥。嗯，刚才走着呢，就开始这天上就开始下雨了，就下得好大。墨尔本的天气就是这样子，刚才还是晴天，然后突然之间呢就开始下雨了，我不得不躲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也躲在雨棚下面。过一会儿天就会晴的，等一下天晴了以后，我就找我刚才想画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开始画，阳光会出现的。这些鸽子也知道找一些避雨的地方。这种下雨呢，我们看的这个河边的这种景色，还有这个颜色，都是挺漂亮的。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找到一个漂亮的景色呢，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如果你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么你要想寻找到一个漂亮而自然的地方呢，沿着海岸线、河岸线去找，你一定会找到漂亮的地方，不会让你失望。还在下雨，但是太阳已经出来了。我可以准备画画了。
在外面写生的时候，你经常会遇到天气这么捉摸不定，你开始可能是阴天，甚至于中间又会出现下雨，然后太阳又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要会根据这个情况呢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呢，我是准备就还是画这个场景，因为我觉得这个白颜色的太阳伞在这个环境里面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我准备以这个白颜色的太阳伞为主来画这个画面。光线也要考虑，就是也考虑在里面。对，你要不然它太阳这个地方不行，它不是晒我吗？晒我就完蛋了。在这里面看到弱者是得到东方的关照。啊，这个笔不错，含水比较足。对，它是动物毛，羊毛。动物是松鼠，是国内买的还是这样？这样买。墨尔本还是不少画水彩画的好，这画的好的都在墨尔本。那时候在单位的时候，这个有几个水彩画的在上海画的很好，白的可以要先流出来是吧？流出来的。对，它不像油画，白的可以盖一层这个水彩。水彩覆盖力就不行，水彩不行，厉害。这东西各有利弊的，但是利弊之间都，看，只要熟悉它嘛，熟悉它就没问题了。还回去吗？回国吗？就我的意思不是说临时回去干嘛的，就说不会了是吧？我已经很明白的知道我会不会你不可能了是吧？已经不可能了，我绝望了。因为孩子在这里，他们也喜欢我，牺牲的是我。对，说实话，你这个牺牲还挺大的，对我来说吧。因为我干了那么多年，我的所有的积累。人脉啊，社会各个方面，对，我都没有了。像现在跟我聊天的都是在中国还是有影响的人物，但是跟我又有啥关系呢？跟我没关系了，都已经遥远了。对，相比较我这个牺牲跟你比起来就不算啥了，你知道吗？对，可是如果是就前这些年的话呢，我的确我是觉得我的亏得很大，但是你要是想到你后面还有几十年的话呢，也没什么亏，因为是家庭角度来说，不是，就是你还要活几十年的吧，从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是应该有一个从应开始忘记过去，所以角色的转换呢也要转得过来，我看画会不会有太太给摁下去的，我觉得画画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啊，也喜欢，但是我知道这是养家糊口，不靠谱的事情，不靠谱，太不靠谱。所以我脑袋想的东啊西的，他一想的话你想东想西，你就想跑，想跑不行，就把我给摁住，摁住让我画画，你安心在这画画，我就没意见。当然我们时间长了也被堕落了，算了。因为你做过生意就是生意，生意就是挣钱的东西。对，你画画是艺术，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艺术。同样是优秀分子，那你说李嘉诚是优秀分子，赵无极也是优秀分子，他们谁厉害啊？从挣钱的角度来说，对吧？差得太远，就从挣钱角度差得太远。是啊，对吧？当然，从画画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尊重赵无极，是吧？但是你说从一个商业角度来，就同样是一个人才，你活得怎么样吧？而且是
你是像赵无极那种人，凤毛麟角有几个人的，对吧？对，你是最顶尖的了。就像我们一个老前辈说，哎，画画离得梦太远，你要不做到，他当时在上海啊，我们在单位啊，你要不做到上海是前三，你没什么戏。但前三呢，还是看人家脸色的，对吧？前三就是你是前三，你是不是要看人家的脸色，人家喜不喜欢你？对，要不然的话，你的价值在哪里呢？啊，因为你的价值是通过别人自而且出来。国内还有一个什么？你这个前三是什么？是在官方的那种体制里面的前三，你知道吧？是。你要做官方体制里面前三，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一些因素呢，其他该做的事情你得做，对呀、啊，你得要做，你这在体制里面你要进入，你这个该做的事情多了去了。不管将来他们的小孩他们在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总觉得是对的。对，从社会的走向来说的话呢，孩子在这里他是得到了一个公平的社会，你要看到那些最辉煌的那一面，而要看到那个最糟糕的那一面。如果最糟糕的那一面不糟糕的话，那就没事儿。你如果是个最糟糕的那一面是可怕的，那可不行，那受不了。其实如果画画是没有压力，没有任务，这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对，但是你说你带着压力，那就靠对，那就是难受。带着压力画画画不好。画画这件事情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很多的一些机会，因为很多人他想画画，但他这一辈子画个好画不太可能了。也是的，哎呀，小时候没画画，家里不太。我的画画完了，跟着画家去旅行，墨尔本站。谢谢你的订阅、点赞，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